韭菜饺子的做法步骤。一、韭菜洗干净，切成末。二、猪肉泥、鸭蛋一个，生粉、食盐、麻油、生抽放入大碗内。三、把二内的所有食材搅拌均匀，按一个方向搅拌上浆。四、把切好的韭菜倒入搅拌好的肉内。五、把四内的所有食材按一个方向搅拌均匀。六、准备好饺子皮，包好即可。